上的保健食品百百种，吃了很多却迟迟没有见效，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吗？欢迎收看了不起的芦荟，我是克莱尔。朋友圈里总是第一个得到流行感冒，你喝过芦荟汁吗？身体常常觉得不适却找不到答案，你喝过芦荟汁吗？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总是睡不好，你喝过芦荟汁吗？上厕所蹲很久有便秘的困扰，你喝过芦荟汁吗？如果有以上的问题，那你一定没有喝过芦荟汁。芦荟的种类繁多，目前已知的已经超过360种，其中营养价值最高、可以食用、最被推崇的就是 Aloe Barbadensis 洋芦荟，也叫翠叶芦荟。芦荟不仅可以消炎镇定，还可以养颜美容、整肠健胃，让你元气大增、免疫力 up。芦荟呢有超过200多种的营养素，营养价值包含了矿物质、维生素、氨基酸和酵素等等。美国永久产品公司在全世界已经有43年的历史，在台湾超过32年，掌握全球85%以上的芦荟产量，秉持着把最好的芦荟呈现给您的哲学，从种植、收割、生产、包装、运送等作业层层把关，确保得到最优质且价格合理的芦荟产品。永久公司拥有独特的去皮技术，将芦荟的表皮与果肉分离，完美的去除大黄素，将营养价值最好最高的芦荟果肉制成浓度高达96.2%的芦荟凝胶汁。永久的产品不止很健康，还很安全，同时荣获多项国家级、国际级的认证与肯定。除此之外，在日本，永久的芦荟汁还蝉联多年保健饮品的冠军哦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喝过芦荟汁了吗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是克莱尔，我们下次见。市面上的保健食品百百种，吃了很多却迟迟没有啊！我一直想到你刚刚，觉得很好笑。在床上翻云覆雨，不是翻云覆雨啦，翻云覆雨是我想到。我是翻来覆去啦，不是翻云覆雨。